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，这是一期小说家的测试视频。首先的话是控制技能能否打断小丑的拉锯呢？这边经过测试的话是可以打断拉锯的。大家的话可以把小说家的技能理解成强控，像监管者的传送失常等技能的话都是可以打断的。至于金身能否防控制，这边一直没有机会，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说一下。然后再来说一下玩小说家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如果碰到与你士气快满的时候控制的话，可能会被监管者移动进水圈引爆，这个的话需要注意。如果是遇到鹿头附近有夹子的话，会被拉去踩夹子，这个的话也要小心。方言的话倒是没关系，因为被控制的时候是无法进行交互的，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就是如果是被关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地下室旁边遛鬼的话，就没有必要控制监管者了，不然的话会被监管者拉进地下室里面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就是监管者知道你当前技能的一个进度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